今天来这里挖点洋芋。结的非常多，但是比较小个。这个大。好了，够吃了。来这里洗一下，哪里跑啊？鲜嫩的洋芋，你怎么出来睡了，小？看你都瘦了。前几天小小和大大出去玩，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这几天奄奄一息的，都没什么精神。我感觉他今天应该要稍微好一些了，肯出来睡了。这个是早上买回来的一只鸭子，再拿去洗一下。很肥一只。今天就来吃这只鸭，配上这个土豆，还准备了一点泡椒、干辣椒和姜，来切一下。好了，起锅烧油，油热，把鸭肉倒进来炒，炒至焦黄，倒入干辣椒、姜和泡椒，再来一勺香辣酱，来点生抽，少许老抽。一勺盐，翻炒几下，再加入山泉水，盖起来炖个4-5-60分钟。差不多了，把洋芋倒进来，再煮一会儿。差不多了，出锅。美味的洋芋炖鸭就做好了，开吃了。非常的趴了，相当入味。来个鸭腿，
来点汤。